这个地方，我今天有一个朋友，家里我想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就是我内心里面的那个朋友的想法，还是就是，打的那一下，我本来设定是拿个东西砸住，但是我现在想把你俩掉近一点，你让他直接拍他一下，看他脑袋一下。我当时理解的是，比如说手边有一本书或什么拽过去的那种，放一个抱枕什么的。行，那就是要准备个什么东西吧，还是刚才那个？对，我这先备了一个。就这种，其实也不是要真的打，就是姐妹之间的那种。好，互动的，要走不行。来，试一下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谁啊？男的女的？这是我家，我可不。行，那你待着吧。给你买的那双鞋，我就先给退了啊。谢谢恩赐，您是老师，我定不辞而别。行了，走开吧。别挡道。